可以吃一鸟吃哟。我这么酷。欢迎回到天才白痴第八集。那我怎么敢在电脑？第八集有特别要庆祝什么？哈，第八集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同事一起跟我们玩这个游戏。今天我们玩的游戏就是 Tetris Battle， 大中小之，年少老幼都知。大中小之。大家玩 Facebook 都知道啦 ，Tetris Battle 是当年我中学的时候，也就是他大学的时候蛮红的一个游戏啦。OK， 今天我就要在那边跟大家分享啊。OK， 这边要跳脱一下，要比较 sad 一点。像我这样，你哭什么？这样我就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Tetris Battle 它就会在5月31号正式关闭啦。就如果你在5月，你妈 ！OK， 我们去找朋友了，拜拜。来，一二三，不一样，我们的 direction 嘞。抽到的就会是你的对手。来，开。这样怂了这个号牌。我最重要是不要成为 giver。一看。上头。现在按什么声？现在是。这么也没有玩过没真的你全部新的哦零零我一八四零一七我跟你说你可以换嘛没有玩过啊我认真了喂我们大神争夺喂公平不公平我们公平公正啊喂 Oh my god Oh my god 喂不可以不可以我要梦做哎呦我又可以了喂很快啊喂等一下哎，看看。哎，这是没有呀。来，三、二、一。你乱插给你们，你乱插给你们。我跟你讲，我玩 game 就不讲话了。1:37 later。妈咪呀，有人欺负我，我不要玩了。哎、hey, 有战术的 OK 啊也是一个感觉长长的来了看这个气泡不好玩的我喜欢这个气泡啊有一个是巴古德，除了巴古德的那个就可以独占而胜 ，OK？ 抽自己名字、啊、，OK？ 哦，我抽巴古德，我抽巴古德，我好呀，我好呀，耶！赢了一个绝技，呜！玩 game 不了啊？哦，放炮，放炮！我呀，我还没有 ready， 快点！还没有 ready 就要讲。好酷啊！我这么酷，什么？OK， 试一试一秒，试哟。我这么酷。哦，哎呦 ，Ivan， 啱惨 skill 没有用了。可以给我分一下吗？差两条线，哇，我赢了！这个 game 终于结束了，所以我们的冠军终于结束了。
哦，没有冠军，算了，反正冠军也是没有奖金的，就这样喽。可是你在其他平台会玩到 Tetris Battle， 可是不会像是这样这一款的 Tetris Battle 啊，就你可以玩2P、4P、6P， 你就可以跟很多朋友一起玩啊。真的很多年了，他在 Facebook， 因为我2011年的时候很黑嘛。2019年这边呼吁大家，如果你还是对这个game有兴趣的话，你在5月31号前播到5月31号，对，不然你就会后悔，真的。好啦，这样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啊，如果你有什么奇葩游戏，你就 comment below， 或者可能你有什么下架游戏，哇，要我们玩我们神玩到也是 OK， 你一样可以 comment below 啊，我们会一一去看，也会一一去玩啦、啊。没有一一去玩，一一 try to choose 对啦，我们下期再见啦。好啦，下期再见，拜拜。